哎呦，先生，你这个包，对不起。李，帮叔叔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。好。李二，扶奶奶坐下。谢谢小朋友啊，谢谢。爸，有没有把叔叔的腿也给放上去啊？你坐，你坐，走吧。谢谢妈。武术是一门艺术，不是用来攻击对方、伤害对方的。武术的意思，就是武学中的艺术。武中有艺，艺中有术，表现在他的动作风格和感情中。在武术中，谁胜过谁是没意义的，最后要胜过的还是自己。